国徽十色的灯光阁会变色，真正真影吧？这是苗栗东路气象大桥，要么这是过去的情景，即马无遐水啊，灯全部拢拆了了，剩一挂电线，而且阁有贼啊，将这电线拢给拔了了，真正足稀微。几乎都被拔光了，而且它桥墩之间、桥梁之间没，它是间断间断这样子把它破坏掉的，左右两侧都被拔掉。气象大桥十几年前，因为雷公卡到总害去，还不过修理足贵，才爬很高大。因为这顶全部拢落去，有哪有交通安全的问题？当地代表通报管府来听，即马看桥顶敢有粪扫时阵，先发现讲电线或者插搭剪个乱七八糟，阁有治安的问题。因为桥上那边已经灯没有亮化了嘛，然后宵小人士可能以为说，反正都也没有人管，然后灯也不亮了，然后应该没有电了，然后才有机会去啊，就是说破坏偷起里面的电缆。这个桥在数年前本来就是有一些亮化工程嘛，因为时间久了就一些已经开始损坏，然后不能使用。那后续我们把它列为一个项目，就是我们期待说中央会开一些计划的窗口，让我们会争取一些经费的。气象大桥目前结果还阁真好，也毋过地方无经费加以经营。即马县府已经伫评估，看讲敢有机会从顶倒转去，予伊会当搁再美丽。民视新闻苗栗报道。